Today's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as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and Spanish.有福的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无上师电视台艺术与灵性节目。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士希尔顿出版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该书描述西藏东部山区鲜为人知的地方，一个叫做香格里拉的和平天堂。那里的人民过着无忧无虑、健康长寿的生活。据说该书的灵感来自植物学家约瑟夫·罗克的旅游日志，他在中国云南省的丽江研究那个地区独特的植物群。今天播出二集节目的第一集，请跟我们一起去这奇妙的乌托邦，体验它的空灵之美。丽江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山区，它衔接西藏高原与较低的云贵高原。丽江地区长期以来的强烈地质活动造成高山与峡谷交错的崎岖地形。亚洲的三条主要河流流经丽江地区，它们是长江或扬子江、澜沧江和怒江。云南保护区的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三江并流拥有壮观的奇景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它自西北部高山奔流而下，然后突然转向东北，形成微型大转弯。这个转弯也被称为长江第一弯。根据民间传说，扬子江、澜沧江和怒江三姊妹结伴出游，他们到达丽江时，澜沧江和怒江决定往南走，而扬子江则喜欢前往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他毅然转身告别两个姐姐。今天这三条大江是缅甸、辽国、泰国、柬埔寨、优乐和越南和中国的生命之河。扬子江独自向东北奔流数公里后，来到著名的虎跳峡。湍急的扬子江在南部的玉龙雪山与北部巴哈雪山之间15公里狭长的虎跳峡奔流而过。两座雪山的海拔高度都在5000米以上。虎跳峡是世界最深的峡谷，周围环绕着雪峰、蓊郁的森林和陡峭的山谷。根据民间故事，一只老虎跳过峡谷以躲避危险，虎跳峡之名由此而来。虎跳峡河流两岸间的最短距离为25米，水流量为每秒7万立方米，为世界之最。继续往北，在巴哈雪山的另一边，又有一处自然奇观——白水台。这里的白砂岩形成多层的完美平台，边缘垂直如梯田，晶莹剔透的泉水流过一层层的平台，反射着迷人的蓝天。这些独特的地质构造被称为钙华，它是地下温泉中富含矿物质的水流过断层后，矿物质沉积而形成。特殊的地下环境让原本碱性的水充满二氧化碳，泉水涌出地表后，二氧化碳从水中蒸发，导致水的酸度降低，碳酸盐矿物质的溶解度减少，水中碳酸钙常年累月的沉淀，形成平坦的沉积泉台。站在这壮观奇景旁边，让人不禁对大自然的伟大心生无比的敬畏。
同等壮观的是从道路上就能看到的无数水稻梯田。一千多年来，当地人民在这巧夺天工的广阔梯田上耕种与收成。在阳光灿烂的播种季节，从高处望去，每层梯田就像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完美地镶嵌在大自然的图画中。虎跳峡和丽江市之间是许多民谣中赞颂的著名的玉龙雪山。玉龙雪山山顶的积雪其实是冰川，它的融雪为童话古城丽江市120万人提供用水。丽江市有800多年的历史，它在元朝初期成为繁华的集散中心，来自中国、西藏和印度的商队在此聚集。经过丽江的这条商路被称为茶马古道，它源自云南以普洱茶闻名的普洱地区。元明清三个朝代中约有500年，丽江由当地纳西族的首领穆氏家族所统治。位于古城丽江西南角的穆府是一座保存良好的传统花园，花园结合了唐宋与清朝最优秀的建筑风格，以及纳西族传统中错综复杂的供水系统，还有奇花异草。其主要建筑包括议事厅、万卷楼、护法殿、光壁楼、玉音楼、三清殿和一个祭拜大殿。丽江古城的设计与中国其他传统的城市不同。丽江市没有城墙，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穆氏家族的故事。将汉字穆放在一个框中时，便成为汉字困。因此，穆氏家族的官员决定不建城墙，这样才能有吉利的风水。丽江古城也被称为大堰，数百年来它一直是该地区政治文化与教育中心。保存完善的设施与完美的建筑是丽江古城持续繁荣的见证。从古城的高处看去，玉龙雪山的美景尽收眼底。另一赏心悦目的景致是整齐的瓦片屋顶，装饰着整个城区。古城内只能以步代车，崎岖的街道是用当地的五花石铺成的，街道两旁排列着传统建筑与有趣的工艺品商店。古城的中心叫做四方街，它是一个开放式广场，有4条大街延伸到4个方向。典型的房屋有着雕刻的门窗和栽种当地植物的花园。古城的标志性建筑有大宝吉宫、大定阁、琉璃殿、五凤楼和万古楼。古城最独特的特征是条条街前绕水流，家家屋后垂杨柳。这些古老的水渠宽达数米，为古城的所有家庭提供用水。水源主要来自玉泉公园的黑龙潭。玉泉公园建于清朝乾隆皇帝在位期间，许多丽江明信片上都印着著名景点黑龙潭。在这张明信片上，玉龙雪山冰川、德月楼和五孔桥都倒映在黑龙潭上。随处可见的水渠系统需要很多桥梁来连接所有街道。丽江古城350座设计各异雅致的桥梁，营造出充满创意精致的城市景观。丽江古城素有高原姑苏与东方威尼斯之称。古城的供水系统是经过周详的计划才建造而成的，该系统能科学地利用水资源。为避免交叉感染，古城所有的公用水井都有3个眼口，一个用来饮用，一个用来清洗蔬果，一个用来洗衣。每天晚上
古城中央高处的水闸会被打开，放水冲洗街面。这样在清晨，当市民与游客醒来时，就能立即享受清新的环境。流水也被用来驱动水车。除了古城中心古老的大型木质水车外，一些家庭仍在使用小型水车来研磨谷物。丽江的自然美景与建筑让人大饱眼福，而丽江人简朴快乐知足的生活更令人难以忘怀。独一无二的古城丽江，因其无与伦比的美景、各种文化传统的和谐交融，创造出高品质的城市景观。因此在1997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明天请继续收看令人赞叹的丽江二集节目的第二集，带您认识这个如诗如画的古城里亲切的居民，并聆听他们给人们的特殊讯息。快乐的观众，感谢您亲切收看今天的艺术与灵性节目。接下来是无上师电视台的素食主义高雅的生活方式焦点新闻后播出，愿您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都能发现天堂的品质。 Happy viewers, thank you for your gentle company with us on today's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Up next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is Vegetarianism, the Noble Way of Living.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you find heavenly qualities in all aspects of your lif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AJAR.